来，本局为了达成端正选风，杜绝不法及防止境外资金介入本次总统、副总统及立法委员的选举，那在宜兰地检署的指挥侦办下，我们统合了本局刑警大队、外事科各分局的侦查队，以及宜兰调查站等单位，组成了专案小组。那经过清查、盘点、跟监、埋伏本县的地下会对高风险场所，在昨天23日，见时机成熟，乃兵分多路，同步执行扫荡地下会对专案的行动。那共计查获了6处经营地下会对的外劳商店，带回嫌犯11人侦办，现场查扣现金，新台币约18万元，以及结汇单、电脑及相关通讯手机、汇款单、监视器、扫描机、印表机、传真机、点钞机等证物。那经过我们查证，这些场所经营约1到3年，平均经手的金额超过新台币2亿元。那我们讯后依照违反银行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。那地下汇兑会严重影响我国金融秩序及国家形象，亦是隐匿不法所得、洗钱的管道之一。那警方在此呼吁外籍劳工朋友们，千万不要为了节省些许的汇款手续费而冒险非法汇兑，请务必寻求合法正当的管道，才能确保汇款安全。你看，